车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投來車》，我是吳鬆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呢、啊，指数又开始在震荡了，你是不是开始又在害怕了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的看法赶快无赶快，指数涨到这里哦，你说它都不休息，不拉回来一下，你告诉我合理吗？哦，那我还是要告诉各位，行情真的很大啦哈，不是你眼前看到的这样子啦哈。那你说跌一下会怎么样吗？也不会怎么样啦。想要让外当做你的靠山啦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。老师啊，你的股票够喷，你讲够喷，全新一直喷强升，你有来的你都可以印证啦哈。二月二号跟你讲的哦。二月要跟你预告的哦，我不要跟你讲说我之前跟你推荐了什么股票涨了一倍，我又推荐了哪一档股又涨了一倍，你也没有看过这种节目的啦。我说我做什么就是做什么，我锁定什么就是什么，他就直接涨一倍给你看，哦，不是涨一倍，涨超过一倍啦。然后我锁定了第一档股，他还是涨一倍，而且节目上直接讲，明着讲，还没涨完啦。来，二月二号跟你预告，请问你说买不买得到？哦，为什么我说今天你一定要来？我们今天开放试吃啦哈，为什么要开放试吃？我希望所有人都赚得到钱，那你今天一定要来，因为我要给你的就是底部开喷的股票。什么叫底部开喷？请问你告诉我，这个是不是底部开喷？弄阿没喷的呀？二月三号，我就是想讲，跟咩掉呗？哎、欸，开平盘附近哦，其实是涨几毛钱，然后杀到盘下，盘下震荡，搞了二十几分钟，请问你买不买得到？我前一天给你预告哦，你前一天有来，你都可以印证得到哦。啊，买不买得到？我老师好慢，都不会涨哎，我还买的话到了到三毛钱嘞。请问结果呢？结果呢？你睡起来，老师强生涨停板呢，是不是好好赚？好，台北股市暴跌，你都不用管，台股暴跌，他也要飙，有没有？好、哦、啊，又睡一天而已啦哈、哦，这今仔日的，差点又涨停板的啦。我知道今天震荡比较大啦哈、哦，那我也没有叫你，不要，我前两天已经跟你讲说，你不要再去追了哦，我不会因为股价狂飙就叫你赶快去买啦。有没有说到做到一直喷啊？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他会一直喷的啦，全新一直喷啦，因为过年前我跟你推荐的股票一直喷，过年后又一直喷，那大家一路赚到快发疯了，所以我在跟你讲，就跟你推荐一档股票叫全新一直喷，你来的它就是你的。然后请问你告诉我有没有一直喷到今天哦？老师这边收寒吗？整个生技股全市场最强的生技股，全市场最强啦，四字头喷到六字头啦，哎、欸，就算没有五成啦，就算我没五成啦，哎、欸，拜托哎、欸，拜托哎，好不好？你把它加进去有没有超过五成？不，快，老师快六成了哎、欸。好、哦、啦，讲到北极星哦，我还是要交代一下啦哈、哦。我三天前就有跟你讲我卖了嘛。三天前就跟你讲，我提早下车嘛。哎、欸，今天盘中还创新高哦，今天盘中还创新高哦。可是你发现它涨不上去哦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讲，哇，生技股在飙。我们提早下车，我也告诉你很清楚，因为它涨得不够快。再来就是有人取代，全市场最飙，四字头飙到六字头，你再把它加进去，有没有超将近六成？哎、欸。你只要跟我买的，只要有赔到半毛钱，我直接退出市场。上一次两天就20%了。任何一个点，你只要买北极星有赔到半毛钱，你来找我。好像每次出手，每次大赚，对不对？这好事啊，接棒的也一样。哦，我也相信你也不可能赔到钱啦，不可能的事啦。哎，快六成了哎。啊，是不是一直喷嘛？叫嘛，我有没有一直喷呐、啊？好、哦、啊你，你不是跟他安尼聊？哎、欸，
该买的我跟你讲该买，该卖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你，我也跟你讲啊，而且我卖我为什么要卖我都跟你讲，讲得很清楚，我都交代得清清楚楚，我看好就是看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来 你以为就只有这样而已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有这样而已，我们的另我们会员的另外一档股票，你是我会员你一定都有啦哈，再来半根涨停板，洗一洗再喷，因为它更好。来，这是昨天，这是前天，好，我讲到这里啦哈，只要是我会员的我一定会带你买啦，好，我一定会带你买啦哈。那我只能我好，那个老师你跟我讲，我一定有讲啊，我后面会证明给你看的哈，不是跟他一年了哈，啊这我也有讲啊，我跟你讲的都是新的股票了哦，你都如果你真的都没有赚的，你今天就一定要来了，开放试吃，赶快来体验，好，为什么要来体验？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请问你有没有赚到全市场最飙的生技股？第二棍刀啦，哦，而且不是只有它而已哦，加上我卖掉的，哎，这一波就快六成了，快六成了，哎，老师就 combo 呢，好，那我不是要跟你讲说你现在去追强生你就可以赚多少钱，哦，我也不建议你这样做，我还有一档比他更厉害的，他叫做超越强生，比强生更强更飙更厉害的股票。你这哪都，你这哪更无赚到，你这哪真正拢无赚到诶！这一支你就要去买，为什么？它更强，它更飙，更厉害哦！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底部开喷。请问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底部开喷？我再给你看一档股票了哈。那老师银邦 K 几倍啊？有没有底部开喷？我说它是来取代高利的。拜托诶，高利用去到倒位去啊？好，你也知道我卖掉的嘛？我老师啊，你要不要道歉一下？你叫我们卖掉，你说他涨，你说他不要再追了，你叫我们卖掉，我不是叫你卖掉，我是告诉你我卖掉了。这段我都没谈啊，我嘛讲啊足清楚，我就是没谈呐，我赚头前的啦，我赚啊足爽的啦。啊，老师，谁来买单？你害我少赚这么多。你今天看我节目去买高利，那你今天卖掉了，那请问你告诉我，你会不会跑去买银邦？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你可以告诉我说，老师，我少赚高利这么一大段，但是你却赚了这么一大段，外加北极星，再加强生。我摊开这边，摊开这边，起笑对不对？好，我不是要告诉你这些啦哈。如果你都还没赚了，今天一定要来开放试吃，小心连续涨停板喷到疯掉。现在来电，马上体验超越强生，比强生更强、更飙、更厉害的股票。你阿未赚到的嘛无要紧，因为我找到一档比他更厉害的股票，一定比他更厉害啦。啊，为什么比他更厉害？我们待会再来解释啦哈。来。言归正传了哈，老师今天为什么震荡？那为什么昨天大涨完，今天就开始震荡？指数不是涨一天而已哦，现在指数还是在相对高点哦。我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哦。我从这里跟你讲可以买，赶快买，用力买，到现在我没有改变看法哦。甚至我告诉你为什么台北股市会喷出的原因跟理由，我都讲得很清楚。我现在不交代的啦哈，想要买为什么不交代？因为我都讲得非常清楚，全市场没有半个老师是这样分析的啦哈。这是你今天看到的，鲍尔开始唱歌了哦，啊，没人要听啦哦，对哦，太准了哦，真的是反指标哦，所以台北股市上看16331点嘛，鹰王变小鸟了不是要打我的脸嘛？哦，我们走着瞧啦哈，我就是要等你跌破眼镜啊！哦，我之前讲了什么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哦，这是我大前天台股一股是暴跌，隔一天再挑战新低的时候，我跟你讲的。
行情真的很大，短线的震荡你不用害怕，套用在今天还是一样。哦，你不能要求说指数从头到尾每天都要大涨，都就不能休息一下？请问上礼拜，请问前几天的休息，你有上车吗？昨天暴涨，改写波段新高，今天其实也在波段新高附近了，就是没都没当休困了的地方了。哦，我当天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会大涨？哎，暴跌跌到最低点的时候，告诉你为什么会大涨？是，没有那个五粮高工，那叫是神经病哦。好，昨天涨200多点了，我连不建议你再买的股票，我都跟你讲，你不用担心。好，那为什么不用担心？因为投资人还有期待。好，我也不知道巴菲特做了什么动作，但是。我不会因为巴菲特做了什么动作我就去做那个动作，因为我所有动作都是预告，涨到快700块台积电我节目上直接公开预告，买当买，暴跌到370块我直接在节目上告诉你它已经落底要喷了，涨到508块这里附近我跟你讲你要逢高卖，逢高卖完暴跌66块，我跟你预告最佳买点只要敢买就是大赚，然后再暴涨60几块，我在这里讲不建议再追了。结果台北股市上礼拜又创新高了，台积电创不了高点，这个礼拜台北股又创新高了，已经7天了，台北股市2度改写波段新高，照理说台积电要创新高啊，结果台积电没创新高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别人在飙，他在整理。好，我其实我在这里讲的很含蓄啦，哦，可能还有高点，但是我只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你图什么？前面两波有人赚，加起来有人赚220几块，你已经赚200多块了，你现在才要买，你图什么？图多赚30块吗？图多赚40块吗？看有没有可能多赚30块吗？这30块很伟大吗？人已经赚200几块了，那你说我有没有预告？我只问你啦，只有谁是真的在听你想问你好？只有谁会跟你讲真话？会跟你讲真话的才是真的在听你想问你好啦。谁会跟傻？谁会跟谁会这么笨在这里跟你讲说不能买？谁会在这里叫你逢高卖？谁会在这里叫你不要再追了？谁会笨到在最低点的时候叫你跟你讲他要喷了？谁会在这里？那你说证据在哪里？证据在这里啊，这高盛跟你讲的，哎，别当妹哦，我跟你别当妹哦，吴小米，吴小米，哦，落底要喷了哈，哦，我跟你讲的证据在这里，哦，高点的证据，低点的证据，哦，最佳买点只要敢买就大赚，然后那一天也刚好是台北股市的最低点，12月29号，要大赚的趁现在赶快来，为什么要来？最低点，哦，当然呢，啊，我在讲这句话的同时呢，你可能会觉得我是神经病，哦，那。你就算你认为我是神经病我还是要讲，哦哦，老师为什么你还是要讲？会跟你讲真话的才是真的在替你想问你好了。12月29号最低点跌到没有人敢买，跌到大家都在皮皮穿，要大赚的趁现在赶快来啊，笑到嘴笑目睭，老师你神经病哦，你是没看到台北股市崩盘，你还笑到嘴笑目睭？我只问你，我前面有没有叫你卖股票？人气我取，大捡便宜，喷到现在，哦，这我不讲了，哦，讲了我说你老师你又要打压，从头到尾只有这一段在飙了，剩下的我连看都不想看了，哦，该怎么做我都跟你讲过了，好不好？那其他的，哦，高利我就不讲了，哦，看也知道为什么他的标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的东西啦，一模一样的东西啦，所以你会发现哈，高利长成这个样子，今天创波段新高，哦，那我很坦白告诉你，我没有半张高利，哦，因为我们已经卖掉了，该赚的我们都已经赚到口袋了，那我这个时候我也不可能去买高利，这一段我通通都没赚了，这一段我通通都没赚了，我赚的是这一段之前，啊，我赚的是这一段之前，哦，前面是我的，后面通通不是我的，
因为我那个时候找到比高利更厉害的股票，那高利还在飙哦，所以英邦应该还是会在飙了哈。我的看法应该没有改变了。我当时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？七十几块飙到最高点，好像也一百四十几块嘛。老师，嚯，你收蛤蟆啦！你七十几块，你七十几块又飙到一百四十几块，七字头飙到一百四十几块，七字头飙到一百四十几块。我问你，有没有赚的比这一段时间高利涨的还要多？我第二次跟你预告的时候在这里，好，我在这里跟你讲，你不要去追。可是下来的时候，我会跟你讲可以买，我跟你可以买，我就跟你讲可以买。前一天就预告哦，除了我没有人敢买哦，我节目上也是这样子讲的，哦，而且是即时的，哦，不是应该不是说即时啦，是盘后的节目啦。就今天我对他的看法怎么样，我告诉你啦。即时就是盘中啦，哦，那我那个绝对不是即时啦，哦，但是绝对是当下我就告诉你我的看法了。哦，这样讲我清楚啦，哦，不然有人会误会啦，哦，然后因为我有创新高的时候，我有叫你去追吗？当天我节目讲得很清楚，你不要再追了，哦，不急，机会多的是。当天震荡很大，压回来，隔天杀下来。我当天怎么讲的？你去看我当天的节目，我就不放 VCR 了。拉回来，我还是要买。我如果没有这样子讲，我可以直接退出市场。哦，那我讲完之后呢？那一天是礼拜五嘛，就这一天嘛，就礼拜五嘛。好，哦，那我懒得一张一张翻了哈，哦。礼拜一大涨哦，礼拜二大涨。礼拜三大涨，礼拜四大涨，礼拜五涨停，礼拜一涨停，礼拜二涨停。也就是说呢，我带你买完之后，天天涨，一路涨到封关。而且我是连续加码，加码完它才喷出哦，然后喷到封关。哇，老师你只要叹个气笑啊，所有人通通赚到发疯，所有人通通赚到发疯，所有人通通赚到发疯。所有人通通赚到发疯。好，那为什么会飙，我就不再解释了啦，因为你都知啊，我的博士要过该水啊。好，那你会发现我们买的股票几乎全部涨这样子。我看好高利，我买高利的原因是什么？欸，最近一年的业绩高利多了两倍，所以股价飙了三倍，现在已经快四倍了。好，银邦多了三倍，股价却只有涨一倍，所以我认为它还有空间，我是看好的，但是我也没有叫你去追，哦，因为股价来到这里，哦，也不是不能买，如果有好的价钱我一定会买，哦，但是就会比较斤斤计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再便宜了，你不可能有便宜的银邦可以买，就像现在你不可能有便宜的高利可以买，是一样的道理，哦，但是我是不是看好？我是看好的，哦，那你现在可能没有兴趣啦，哦，所以我又找到一张股票，这个多两倍的，这个多三倍的，这个多十倍，未来股价会怎么样？我一直该跟你讲说你要买新的股票，你要买新的股票，哦，我不是骗你哦，我没跟你骗哦，新的嘛，新的嘛，我让你看是不是新的啦？请问这是不是新的？十倍，这不是十倍，这十二倍。老师，你骗我，这不是十倍嘛，这十二倍嘛，十二倍嘛，对啊，十二倍啊，不对啊。我连续四天的时候，从二月三号、二月四号、二月五号、二月六号，我只推荐一档股票，我只跟你介绍一档股票。只有一档股票，就只有一档股票。好，我也不会变来变去，就必应，所以我一定会带你去买。哎，二月三号到二月六号，我只讲一档股票，从二月三到二月三号到二月六号，请问他喷了吗？来，必应嘛。我拿给你看了哈，跑到哪里去？我们看一下哈。咦，那也没去啊哈，来看这里啦哈。在这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？今天又半根涨停板了啦哈。
这是昨天，这是前天，哦，大前天、大大前天都没有涨。好，哦，这是现在的，这是现在的币应啊，哦，通通都是币应的啊，没有行情好坏的问题哦。那一天台北股市是崩盘，哦，我印象没有错，那应该是崩盘了，哦，台北股市崩盘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说，没有行情好坏的问题，我们还在买股票。礼拜二嘛，礼拜三，洗一洗再喷，洗一洗再喷，为什么？就简单的嘛，好，很简单嘛，必应嘛，全新的股票嘛，新的嘛，十二倍嘛，十二倍嘛，十二倍嘛。两倍的，多两倍的，多三倍的，哦，这都涨超过一倍的，多十倍的，涨一倍，十二倍，你自己看啊，这不叫做火山爆发，什么叫火山爆发？这不叫火山爆发，什么叫火山爆发？哎，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之前股票什么股票飙几倍，什么股票飙几倍，后来跟你讲高利，高利喷。不是，就起码，这么老师，我那个心哈嘛啦，哦，当然啦，我卖掉，我承认我卖掉了，但是我卖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资金只有一套，我不可能叫你买一大堆股票，哦，所以我叫你把资金全部换到银邦，汤啊起笑了，不是跟他买两个加码还 double 赚 ，double 还有 double 赚。躺在底下撇撇转，问老师：“哦，赚太多，唔知咩呐啊，有要求滚。”然后呢，外加哦再大赚，外加再大赚，这也六成了吧？好，那必应，我，哦，再看一次啦，哈，哦，两倍的、三倍的、十二倍的，这必应啦。哦，有啦，哈，哦。我就不要再解释了，哦，那你说还有没有这样的股票？我只能告诉各位，超越强生，比强生更强、更飙、更厉害的股票，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底部开喷的股票，开放试吃，今天全部开放试吃了，哦，小心连续涨停板喷到发疯，现在来电马上体验，今天有来的全部都有，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，有钱大家一赚，今天全线开放试吃，现在来电马上体验，进广告。金兔要动迎新春，188如意开运专案，让您红兔大展，福到财也到。财神专线02-811-3366，811-3366。相信从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
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飙股特快车，欢迎再回到现场，真的是呈现开放式思考，被谈的瓜金来了，它叫做超越强生，比强生更强、更飙、更厉害的股票，因为最近全市场最强的股票叫强生。过年前全市场最强的股票叫银邦，银邦之前全市场最强的股票叫高利，都是我们家的股票。我就讲最近就好，全市场最强。那我跟你讲说，它比强生更强、更飙、更厉害。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底部开喷的股票。开放试吃，小心连续涨停板喷到发疯。现在来电，马上体验。开放试吃体验，请你来当我的见证人，见证一下是不是真的这么会飙。现在来电，马上体验。哦，有来的全部都有。哦，还没大赚的，把握一下开放试吃体验，主观收视率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金兔要动迎新春，一八八如意。